你没事吧，大姐？走，赶紧把他带走。你说说你，今天有多悬吧？行了行了，说两句就行了，不行。清风，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怕连累你们。连累？你是谁？我们又是谁啊？大姐，我错了，知错就得改。 如果你们真的认我这个大姐，就必须听我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四姐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一个都不能少。对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大姐，我不想走，我不想走。好妹妹。 今天开始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江山队长，这几名士兵死得有些奇怪。奇怪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？警告你手下那些充满雄性激素的家伙，要是他们再不把裤裆里的东西看紧看牢，他们死的会比这三个士兵更难看。嘿，清风，刚才那枪是你打的吗？可惜我没打中。洛勇，你会骑马打枪吗？不会，所以，大姐你一定要教会我们。 是啊，大姐，你一定要把我们教会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们教会的。大姐，老二回来了，咱们去迎迎他。好，碧霞。 疼吗？这算什么呀？一点都不疼。都渗出血丝了，我才不相信不疼呢。我也不信。你看你们，我真的不疼。粥都快凉了，你们快吃吧。一霞，你爸爸的朋友是不是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给了咱们？ 咱们是吃饱了，可他的全家不是得饿肚子了吗？可不是吗？咱们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？说了，叔叔一听咱们是杀鬼子报家仇，二话没说就把家里所有的米都拿出来了。我明白了，大姐，你明白什么了？叔叔他宁可自己饿肚子，也要让咱们吃饱。 他是为了让咱们吃饱之后有力气，好多杀鬼子。对，我叔叔是这么说的。这米，咱们不能白吃，咱们一定要记住叔叔的心。我们记住了。
我们又死了那么多军人。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，他们的仇我们来报。对了，大姐，我在叔叔那儿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日本鬼子好像要成立一个什么治安维持会。治安维持会？什么是治安维持会？就是由日本人和那些狗屁汉奸成立一个什么狗屁政府。政府又是什么？应该就像咱们寨子里的头人吧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就是由日本鬼子和汉奸管着那儿的乡亲们呗。老二，他们什么时候成立？20号，也就是3天后。3天后。大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丽霞，我知道你有想法，说出来听听吧。对，我是有想法。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，这些日本鬼子和那些狗汉奸，他们一定都是带着枪的，这正是我们夺取枪支的大好机会啊。再一个，我想给咱们黑玫瑰造个声势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地混进去？夺枪！对，咱们去夺枪。大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让我想一想。杀日本鬼子有什么好想的？不，我一定要好好想想。你俩都坐下吧。嗨。姑爷，今天你看着你妹妹荣获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，不知你有何感想啊？这属下非常惭愧。不是我说你，你是一个堂堂的日本武士，可是比起你妹妹来，的的确确略逊一筹啊。怎么，难道你想让你们古野家族的武士刀有一个女孩子来继承啊？这报告总司令阁下，其实我的哥哥他是很努力的，我们古野家族把希望早已经寄托在他的身上了。什么？古野，这我就更希望你能知耻而后勇。属下一定加倍努力。我不要你的空话，我要的是成果。这一次江川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，虽然区区几十人，可也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和成果。我希望你把这种势头继续下去，你们再把治安维持会的事情办好，那就更锦上添花了。请总司令官阁下放心，成立治安维持会的事情我已经周密地布置好了，这次绝对令您满意。那就好。江川，你不是很喜欢战马吗？是的。国内特地给你调来了15匹能征善战的东洋纯种马。真的？太谢谢总司令了。不用谢我，这是天皇陛下和军部的恩泽。江川誓死为天皇陛下尽忠。我决定了，咱们去。好。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事先想清楚。比如说，这个会上有多少的鬼子和汉奸，我们该怎么混进去，混进去之后又该如何下手，得手之后又该怎么安全地撤离出来。如果这些事情我们想不清楚的话，那么夺武器就是一句空话，我宁愿放弃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咱们进城侦查。报告师团长，侯德彪奉您的指令，治安维持会将在20号成立，届时将举行隆重的庆典。你这庆，个庆，个庆庆，20号，没错。就是3个3，3天之后。这个庆祝大会，你们准备在哪里召开？啊，
在刘家就我祠个祠堂里干活。刘家祠堂，这个刘家祠堂在安全方面有保障吗？有。肯定给有。肯定？你凭什么肯定？说呀，你不是抢着说吗？到你了，我以后说话的时候啊，你把嘴闭上。侯桑，嗨，我在等你。回石团长的话，刘家祠堂就在我们侦缉队隔壁，谁也不敢在那儿捣乱。再说这些年我在那里经营多年，明点暗线遍布各个角落，我敢用人头担保，在那里绝对不会发生任何的安全问题。不吹牛你会疯啊。刘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回着师团长的话，我姐夫他刚才没吹牛。只要你们能够确保这次庆祝大会的圆满成功，安全上不出任何问题，而且搞得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，我会大大地奖赏你们。比如说，警察局长的位子。谢谢师团长，德彪愿誓死为大日本皇军效忠，宁愿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我也干！别干了，妄想。队长，你的意思是？带几个战士秘密的潜进去，这个热闹我们凑定了。那就把这任务交给我们一班吧。交给你们一班，那其他班的同志可会有意见的。这我不管，反正情报是我搞来的，我们一班去定了。大鹏啊，大鹏，你是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？快说，神个什么肥，个肥神。五野太君，不是让咱们把庆祝大会搞得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吗？哎，对。你没觉得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吗？神又神还鬼呢？快说！您想想，五野太君他要风风光光、热热闹闹，咱正好来个顺水推舟，把活儿派到各家各户去，这钱、这财不就滚滚而来了吗？就没有觉得我们的家乡这么美过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觉得我们家乡美了？日本鬼子毁了我的家之后，我一个人在山里游荡，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山河依旧，只是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不一样。小鸟说话多没意思呀，给三姐说说话。我从记事起就跟小鸟说话，小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就算桑姐求你了还不行吗？好吧，你想说什么？看桑姐漂亮吗？太漂亮了，好像一只美丽的孔雀。我想，你又想什么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大姐，二姐，大姐，你要是个男的该多好啊！男的，你要是个男的，我一定嫁给你。嫁给我？你敲起香脚长敲鼓，我跳孔雀舞，我们一定会珠联璧合，成为傣家人人皆知的金孔雀。只可惜。可惜什么呀？你不会跳。谁说的？你会跳。好坏我就不敢说了，但跳两下总可以的。那你俩现在就试试呗。可是没有长筒竹笙，这怎么跳呀？我有这个呀。怎么回事啊？走。这是侯德彪这个狗汉奸，又在借机搜刮民脂民膏了。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他算清。别着急，我们先喝口水，一会儿啊，到开会的地方去看看。小二，来壶茶。好嘞。姐，姐夫。我这事儿办的怎么样？这回还不错，马马虎虎吧。啊？这还马？别马了，这回是驴。你真是个不长脑子的大笨驴呀！哎，我又怎么了？哎，我问你，那些小商小贩被你抓过来干什么？跟逼，那逼他们要个。哎，要钱呢？你看看，说你是大笨驴，你还不承认呢？这些小商小贩儿，哎，有多少油水，你心里不清楚啊？整天被皇军派这个派那个，还能榨出多少油水啊？把他们抓过来，你管饭呢？那我可管不，可不管不了，就赶紧把他们放了。可放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啊！哎，姐夫，我那一半你可不把你的心放到你的驴肚子里，少不了你的。一人一半，哼，想得美哦。来吧，进来坐吧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
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叔叔，您听我说。什么？你们四个要去？不行不行！我们怎么就不行了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叔叔，你是不是担心我们？日本鬼子就像高黎贡山中的虎豹豺狼，这帮畜生残暴凶狠，杀人不眨眼。你们四个女儿，我怕打不了狼，反而被狼伤着。女娃怎么了？难道女娃就不能杀鬼子报家仇了吗？你们快回去吧，别在这胡闹了，免得搭上自己的性命。我们怎么就瞎胡闹了？碧霞，哎，二姐，二姐，碧霞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他是不是被日本鬼子给吓破胆儿，心甘情愿给他们做顺民了？你胡说！我怎么胡说了？我叔叔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。那你叔叔为什么不帮我们？你，二姐，日本鬼子这次布置的真是密不透风，戒备森严啊！说明他们对成立这个治安维持会的重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让我好好考虑考虑。老婆，看什么呢？清风妹妹。妹妹？哪个是你妹妹？可能，不可能啊！这小子今天怎么了？晕晕乎乎的。没事儿，咱们先走。拐过那个弯，就到开会的地方了。什么？让我给你找个能歌善舞的？没错，最好啊。找一个能跳孔雀舞的美人。你让我到哪儿去给你找啊？想想办法嘛。这个办法我想不了。你们别关门嘛。我真的找不到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难呐！报告，进来。队长，山下送来紧急情报，快给我看。通讯员到，通知杨副队长和各班长到我这开会。是。我
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可是我不知道行不行。清风，你大胆的说。别跑，看我打死你。别打我。别跑，看我打死你。好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看我打死你。打死你！什么电话？什么电话？打死你！什么电话？我打死你！我打！放开我！打死你！什么电话？放开我！看我打死他！什么电话？我打死他！我打死！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！请问他进去了？秦明真是个机灵鬼，注意观察。太君，你说他气人不气人呢？气人？怎么气人？我家只有一头牛，我让他去放，结果他把牛给弄丢了。牛是我们家的命根子，没了牛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我非打死他不可！喂喂喂喂喂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坏了！是姓侯的那两个狗汉奸。拉姆姐，怎么办？先沉住气看看。看，万一叔叔和清风被抓了怎么办？对呀，如果他们被抓的话，咱们就动手抢人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不是力速投人阿猫嘎吗？侯队长真是好记性啊。在这一带，你对大日本皇军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我怎么能不记得你呢？我阿茂嘎只是个普通的隶属寨民，看不出对谁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隶属人生性秉直，不会口蜜腹剑的假客套。个老东西，你怎么给脸不过个？你个不要脸！脸？我连祖宗都不要了。这张脸要不要还有什么用啊？哼，你敢骂啊？敢骂我？哎呦喂，你还能听懂人话，还能听出我骂你来？老子闭着闭着。小三，一边待着去。哎，姐，个姐夫，待着去。我可是为个为你，滚。对不起啊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这小舅子永远不识泰山，您呢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您呢就别跟这个小人再计较了。家伙，我，这我，你什么你啊？我帮你都帮出个小人来了。闭嘴！我闭，你个闭！闭嘴！叔叔，等等等等，阿猫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地下党同志送过来的情报非常重要，也非常及时，这对我们明天摧毁日寇所谓的治安维持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我决定，明天的战斗兵分两路，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：第一路。由杨副队长负责。叔叔跟那个狗汉奸说什么呢？用了这么长时间。跟那个狗汉奸有什么好说的？跟他们只能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你们俩都别着急了，再急也没有用。还是等叔叔跟清风回来，咱们不就都知道了吗？哦，好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太君呢？把他俩交给我们处理吧。哎，哎，对对，带走。嗨，嗨嗨，刘三，哎，有，把人带回去。
哎，是。带走，走。糟了，叔叔和清风被姓侯的那两个汉奸抓进侦缉队了。大姐，咱们赶紧行动抢人吧。不，我们不能动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不能动手？我看他俩不像被抓，我看也不像。人都被押进侦缉队了还不像，非得把他们手铐脚镣都戴上才像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跟他们掰刀子进，狂刀子出。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沉住气，看看再说。你能沉住气，我不能。莫云，你别再说了，大姐说的是对的。他对，他对什么对？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姓侯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安老嘎头人，咱们做一笔交易怎么样？交易？交易？什么交易啊？简单。太简单了。简单？这件事情对你安老嘎来说易如反掌，不费吹灰之力。那你说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别碰我，嘿，我就碰你了。我说了不理你，就是不理你。大姐，叔叔出来了。奇怪，怎么只有叔叔一个人？清风呢？别害怕。先坐一会儿，我们会优待你的，大大的优待。赶紧给小姐沏茶倒水啊！要不再弄点点，弄个点心。你看着办吧。得嘞。叔叔，你为什么不答应他？赶紧去答应他呀！什么？你让我答应他？不就是在那个庆功会上唱唱歌、跳跳舞什么的吗？我们这些女孩子，哪一个不会唱歌，哪一个不会跳舞？啊，对了，我们的洛勇啊，还是远近闻名的金孔雀呢。大姐，你不是让我给日本鬼子跳舞吧？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当然不可以，让我洛勇给杀害我父母的仇人跳舞。除非高丽贡的山峰倒塌，红河的水倒流。洛勇，你别叫我。从今以后，你蓝梦不再是我大姐了。洛勇，你更不用劝我，我要跟他一刀两断。洛勇，你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，你就不认我这个姐姐了。可是我这个大姐呀，可不能不认你这个好妹妹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大姐，你是不是想？大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好妹妹，别说对不起，你越是这样啊，我越是喜欢你了。我也越来越喜欢你了，二姐。看到你们这些女娃能跟鬼子刀对刀、枪对枪的去拼，真让我们这些大男人无地自容啊！叔叔，你以后可要多帮助我们呀！怎么是帮你们呢？这不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吗？叔叔说的对，一根竹签想要把它折断的话很容易，但是要是无数的竹签绑在一起，想要把它折断，那可就是痴心妄想了。以后，咱们一定要团结广大的寨民，齐心协力地跟小鬼子对着干。你说的太好了。对了，叔叔。你赶紧去胡德彪那儿把清风给领回来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你笑什么？阿玛干，你太小看我侯德彪了。你以为我侯德彪这是那么好糊弄、好欺骗的吗？啊？欺骗？我怎么欺骗你了？我的眼睛里可不揉沙子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。不说是不是？真的没有人派我来。你们这些刁民，平时对大日本皇军和我们侦缉队的指命都是软磨硬泡，今天怎么这么痛快？哎，这种反常怎么解释？我用不着解释，谁的孩子谁心疼。我可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被狼叼了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跟我说，如果我不答应，就把我的女儿送还给日本太君，这跟送进狼窝有什么区别？原来你怕这个。你离我远点，远点。嘿嘿，为什么？你嘴巴太臭，熏得我头疼。我怎么就没闻？你给我闻出来。那你再替我闻，你给我闻闻。走开！哎呀，啊，哎呀，哎呦，可疼，可疼，那疼死我了。你还笑啊？你个笑！找我，我找死啊你！有种你杀了我呀！你这杀你！哎，就杀！小丫头骗你，个骗子！跪，跪下！求，求我！你跪下来。兴许我心一软，就能放你一条个生，个生路。不过你得让我满，个满意了。我想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该怎么做，得做。真想要呀？当然。来吧，来，不来怎么让你满意呀？开窍了！哎，刘三。燃他心底仇恨。